以后孩子想吃可乐鸡翅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法简单，一锅都不够吃。鸡翅冷水下锅，放姜葱、料酒去腥，焯水后捞出沥干水分，油热下鸡翅，煎至八面金黄，少许姜葱，几粒冰糖，生抽多一点，少许老抽，倒入可乐没过鸡翅，中火八分钟，再大火收汁，太香太好吃了，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